东西是很有意义的啦，因为心态不一样啊，毕竟现在是做慈善，所以尽一份力哈、我们有出钱有出力，多一份力为这个老人院做出贡献。参与这个活动很开心，有一班团队一起制作这个蛋糕送给老人家，然后也很感谢他们，大家互相帮助了，因为如果真的是靠一个人不容易，也很谢谢大众的支持，能够这么踊跃的支持，让我们能够这么响应啊，希望各界善信可以支持子鸾哥老人院膳食基金的赞助人，成为常年的，一年可以大概是1200块，或者是随意都可以。好，谢谢。